那个啥，天幕坏了，坏了。嗯，别动，我要把它。下雨坏了，那该换了。干嘛？溜达一圈。溜达一圈。该换了，这怎么换不起啊？现在是，你看现在保洁这个样子。哦，这是刮扯了是吧？对，那个雨下太大了，有压力呀、啊。你什么时候往前走？等一下就往前走。我想着明天走了。你明天走吗？我今天快递全到了。今天快递全到了。啊、嗯。那咋走啊？一起走啊。一起走呗。一起走，但是前面下雨，下雪。下雪下雪呗，下雪不好吗？你不怕？不怕呀、啊。你那车能不能折得了？没事啊，五菱神车嘛。五菱神车。对呀、啊。我还没吃饭呢，我做个早餐，要不一起吃？你这现在都快十二点了。十点好不好？四舍五入嘛。准备做啥？煮粥啊。可以啊。吃泡菜啊。你这泡菜自己做的？对呀、啊。你准备吃到西藏啊？对，准备吃到西藏。要不要吃？要吃我就多煮一点。可以啊。可以是吧？那你多煮吧。你也一个人的？一个人啊。那我想今天就走了，因为我今天我那个发个快递到前面雅安那边。我快递下午才到呢，一般都是下午送嘛。哦，我下午到了，那我看一下。哎，你下午到，你明天再去弄呗，你明天去等着最后就可以了。我昨天晚上吃完的宵夜还没有洗锅呢。太冷了，不想动。下雨。这边下雨，这两天都有雨。这儿好多人都走了。对，都没人了。嗯。就往前走走吧。要不然我那快递就是他到了这边不行，让他给我往前发，只能这样了。往前发，身份证不好发、啊。我发呀。身份证他不给你转吧？转。你问了吗？他是邮政过来，我让他这给我转往前转就行了。这次你出来多长时间了？一个月，这次。又一个月啊？对。就到了成哦，你是从拉萨回来了是吧？对啊，拉萨回来又回家了。回家又出来了。出来了。我的妈呀，只要回家了之后就待不住了。你这来回折腾啥呀？来回折腾就是想出来转一转呗，然后回去了，出来了又想回去，回去了又想出来，没别的。现在家里没什么事儿？家里没啥事了，现在没啥事儿，不用回去了。没啥事，但是现在好冷啊，我现在已经开始胆怯了，不敢往前走了。这昨天晚上都已经下雨的时候都冷死了。下雨已经把我冷死了，这帐篷天幕还弄坏了，之后就更没心情了。再往前走，它不会下雨了，下的话就是下雪了。下雪也冷啊。你没厚衣服吗？我脸还没洗呢，头发还没洗呢。要什么脸？哈哈哈哈哈！我那个我看一下，厚衣服没有，但是我在想呢，我去前面的时候就买个军大衣。暖和一点的，对，南方的人哪里有厚衣服嘛？这都已经是最厚的衣服了。可是我现在我在考虑啊，羽绒服在这边买羽绒服太贵了，去那边买看看有没有便宜一点的、厚一点的。然后当地的人的衣服肯定会厚、暖和。不知道啊，反正我都背着呢，有件衣服就够了。你去东北回来的肯定不一样啊。我没有，我军大衣什么的都带着呢。鞋子、衣服。我都没有厚、现在就是零下以下的裤子衣服都没有、我得进去了之后去买一点便宜的到康定那边。康定应该可以买得到、康定那边都已经穿羽绒服拉冷了。他那边已经开始，我看他们前面的人都已经下雪了。对，就是下雪我也不敢走一直不敢走、那你买了防滑链没有？没有啊。要防滑链吗？要啊。那我不走嘞，我不动车嘞。你这是如果山上有雪的话，那你只能说被困在那儿了。那他下雪的时候我不走嘛？啊、这下个四五天雪呢？下四五天雪我也不走嘛，反正也没油费。我正好找个理由可以在那里直播这个油费。到时候连吃的都没有了，那你备点吃的。那我没事，我有面条，我有大米就可以了，大米油我都有，然后泡菜。就够了，水都没有，不是下雪吗？下雪不是可以化雪？啊，对对对对，这个看很多人都是叫下雪化雪车，这个可以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你肯定过不了这种
这种的生活，你得吃肉。我也不用吃肉啊，我要减肥。你减啥肥吧？太胖了。我不买防滑链了，买防滑链到时候不会装，也不会拆，装不了，拆不了。好弄的。那干嘛？好拆吧？不行，那东西我看了人家那个，我还不知道胶的好还是铁的好。所以我就不买了。那你往西藏走，你到哪里啊？我往西藏走，应该不会到那个东达山那边，因为海拔太高了，我怕车受不了。车受不了，对。人也高反，车也高反，那不就开不过去了吗？你冬天去过西藏吗？去过呀，去过两趟了，坐火车还去了两趟。那你去过，应该问题不大啊。这个车去过，就是高反熄火，你到海拔高的地方它就熄火。熄火你推着他呗，你帮我推着他啊，我就找个人帮我推着他，这可以啊。哎呦呀，没人呐、重点是没人帮忙啊，到时候看咋整呗。路上也有人呀，路上有人，现在走的人应该很少了吧，大哥、少，这哪里还有人嘛？基本上都是去云南或者是海南了。云南不行啊，云南那边偏冷嘛。人家不是说吗，要流量还是要去冷一点的地方，受罪的地方。但是冷一点的地方，受罪的地方，我受罪就可以了，车不要受罪，我受罪没关系的，顶多也就感冒一下。车受罪了之后要维修的，要钱的，要花大钱的。车我动人就行了。美丽动人是吧？这两天成都也降温了。对，这边在我哪里下雨呢？你这一下雨也没地方待，也没地方转。对啊。看看情况吧，我看看十二点我来几个快递吧，就是全部来的话那就走，实在不行的话就得等一天了。往前走走呗，往前看看，然后我也想去拍视频的，我都好久没更新视频了，你都说我懒，我是没东西好不好？有视频你不拍？我不拍谁？拍的我感觉不好，我不想拍，最近不行了。没感觉是吧？没感觉了。这趟出来简直就是亏钱，先赶紧做饭吧。对，等我接受，就是懒了。等我往前走嘛，往前走了之后，我看去找视频去吧。那我今天走，你明天走，或者是今天一起走都行呗。或者明天一起走也行啊。明天一起走啊。那你那五菱神车，我这个等一下上不去，你拖我啊？拖啊，能拖。能不能拖？应该可以。但是没有人拖车绳。这是难的远点，你知道为啥吗？这出来三年了都没找到你一个男朋友，人家还都以为我男朋友很多嘞。等下我得去离你们远点，我要去真正的找一个。你看他们现在在折多山、东达山下水的地方，那地方拍视频真的很好，我都有点心动了。我想去折多山，东达山我就不去了。东达山我估计去不了吧。东达山那边太远了，不行。而且翻东达山的时候，那个绝巴山太难走了。我想到了芒康。然后去云南啊，因为再往前走的话，雪太大了，也没什么人，就不去了。那到时候就快过年了，对啊，走慢一点。如果还有一个月过年的话呢，就走慢一点，那个就往前慢慢走，我就回家了。我去云南过年去，过完年，三月份，然后我再过来。那也行呗。啊，到时候明年肯定还要再重走318的嘛。对啊。到时候再进藏嘛。嗯，现在不能进，现在进去了之后出不来了，车不行啊，不是人不行啊，人那没事，我就是人动一下没关系啊，车不行，动一下了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行了，赶紧做饭吧，你不饿啊？我煮粥，你要不要吃？煮啊，一定去煮。行，你这火还没打呢，煮水啊你啊？怎么跟你聊天忘记了吗？